你就旁边又睡着了，起床试试他。哎，你好。不是了，我跟你说，我发现我大姨妈来了，你别惹我。不会，那个你怎么发现她来了？哎呦我的妈！我要妈被镜发现的，我怎么发现的？你不要生气，不要跟我爆笑，我去拿点急诊药给你挤挤血，好不好？啊。你是想让人家绝经吗？是啊是啊，不信。你给我滚！如果是正直的话，那也要养鱼哦。哎，这父辈，哎，你大姨妈走了没有啊？我大姨妈昨天才来，今天就走了。你家大姨妈坐火车来，坐飞机走的，气得我肚子都疼了都。那你多喝一点热水嘛。热水是翻译不上那球来的啊，对啊，是摆病的啊，对，哎呀，怎妈，回家多喝点热水啊，热水有用吗？有啊，哎呀，都不，你怎么嘴唇发白，印堂发黄啊？啊，你都说来大姨妈肚子疼，哎，痛几天就好了，没事没事了。你是不是男的？哎，这么的谁的办法？我有办法，但是我怕你用了就。这个办法呢，就是你就要手术，为什么不成功？打麻药了。对呀、啊，我这个就相当于打麻药。你看哦，你做个手，先戳了这边脸啊，然后呢，神奇的修掉了。哦，哎呦，你看肚子是变不同了，脸是变麻了，会舒服很多了。舒服。那我继续说嘛。那你麻不麻？麻不麻？太麻了。麻的，麻痹了，麻麻呀！豆腐妹，我都来大姨妈了，你还想惹我？一个星期后。豆腐妹，我大姨妈刚走，你就想惹我？一个星期后，豆腐妹，我准备来大姨妈了，你别惹我。哦。一个星期后，姨妈痛到底有多痛？喝冷水时。迅速起身时，下面由小跳跳做汇报。小跳跳怎么了？没事没事。躺着不动时，KO。停停停停停！都七天了，你该走了。下个月给我等着。女生来大姨妈的真实状态：早上起床时。班长喊起立时，突然打喷嚏时，